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七号王委员室间质询。委员要喝点水。那个，主席，我可不可以喝水？可以，那边是你的水，没有问题，请。慢慢来，不要紧。好，孙院长，我在最后这十一秒钟，我要送给陈院长一份离别的礼物，一本圣经，一本圣经哈。那外加四个字，珍重，再见。